车里声声带我们回那条胡同，要阳光穿梭晨雾和微风，骑着车追逐的青葱记忆中，那座红墙琉璃瓦的故宫，与喧闹的生活不同，古朴宁静贯穿着平凡不平凡的春夏秋冬。一些话语好像一粒种子在青春生长，改变未来模样，有谁知道不声不响。曾经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，想快点长大，有人等待，有人去他乡，未来多漫长。如今各自走过悠悠的时光，我们都长大，终于认定爱才是信仰，不用再流浪。当年提出的问题慢慢在岁月之中找到答案，谁追过梦不留遗憾，最后回到这化妆了，外国女生基本都化妆的。可我身边除了你以外也没别人化妆啊。哎，唐雅，你平时化妆吗？我，但是学校不准，你这是要接待外宾，化妆是一种礼仪。那是得化一化了，得给我们学校长脸是吧？你有化妆品吗？我可以帮你化。有啊，大宝 S O D M E。拜托，那是我爸用的好吗？我说的是粉底。嗯，眼影。腮红、口红，你还算女生吗？那我妈也没有啊。要不，哎，你把你的给我试试。没问题，你放学来我家，我帮你试妆。你妈在怎么办呀？你去张琪家吧，张林还应该不在。也行。诗音，我给你带了巧克力。我减肥。哎，这肯定很好吃。这是到的新品，你尝尝。我不吃巧克力。小雪，再吃一块。嗯。唐雅，你也吃。你这一下班人你影就没了，你干嘛去了？不回来做饭？我这是给他买梨去了，明儿他不要做翻译，说一天话。我给他煮点梨水，拜拜火。你说说你，嘴里边天天念叨人家，这心里边啊，还总想着他。你说我要是不当坏人，怎么能衬托你的好啊？他回来了吧？他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但是啊，嫌你丑，去张琪家学英语。他嫌我丑。哎，你说这孩子他怎么就……就是，我就说他，好好说说他，这孩子，哼，你不包也对，你再给我包秃噜了，不就是包葱吗？就只有这个口吗？哎呀，化妆品都被我妈锁起来。那要不就化这口红吧？那不行，化妆得化全套的。要不我去跟静静阿姨借一下？哎，不行，那万一阿姨跟我妈说，不就露馅了呀？不行不行。哎呀，关键时刻还得靠我的，等着吧。来，小雪，给你试试。
好了，抱吧。这啥？哇，这么多呢！不愧是张玲阿姨啊，这么高级。这些贵吗？我跟你说，这里面随便拿一个都能换 PS2 了。这么贵？嗯。早知道我就偷偷卖了，反正我妈也不用。张玲阿姨不化妆呀？哎，她呀，忙到时候脸都不洗，哪有时间化妆？太可惜了，谁要是送我这些，我能给她点一年的小李飞刀。你呀，小李都比飞刀多了，还点小李飞刀？嗯，来，小心。嗯，来。你回避一下。这是我家，我去哪儿啊？你去给我买点吃的。你在这儿，我也不知道。这给你忘上，我不爱吃这个。这么多还不够？不够啊！快去吧你。不送了，没叫你之前你别回来。来。35道、36道、36道、38道、39道、40。41道、42道、43道、44道。哎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我都无聊死了。坐这儿干嘛呢？被赶出来了。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哎，强制补课。高三果然变态。你们竞赛班不也这样吗？哎。别提了，竞赛班的人更变态，天天放学不回家，在那儿学习，我都后悔转过去了。走啊！哎，苏年哥，你回来啦！怎么样，是不是被我高超的化妆技术震慑了？哎呀！你别理他们。这是上镜妆，就得跟平常不一样，他们欣赏不了。那个我任务完成了，我先回家了，拜拜。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年糕好看吗？也不是不好看。那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？我还是喜欢你原来的样子。这个林世英，把自己画那么好看，画那么丑。什么？外国人喜欢的话题，冷场的时候可以用。哇，苏年哥，你就是哆啦 A 梦，什么都有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来假装外国人，然后我给你模拟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情况。Welcome to our school. Our school is so beautiful. Follow me. 是曾经的少年，清澈一如从前，谈笑间，用善良回敬世界。曾经错过了的时间，慢慢浮出海面，原来没走远人就在手边。曾经你彷徨告别，蹒跚着去冒险，在不同的梦里面按部就班走着，像一阵风轻轻地吹过，也许会回首。
我知道你不喜欢花人，不过没有关系。我要是有什么缺点，也可以直接说。没关系，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超强。特别好。真的啊？我从来不骗你。走吧。走吧。小雪，哎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我刚刚跟张琪模拟了一下明天的参观流程，耽误点时间。啊，我给你熬了梨汤，就放在桌子上了，你赶紧喝了吧。你这干嘛呢？跳舞呢，跳舞呢，你赶紧去睡觉。吃完了早点睡。哎，妈晚安。晚安。这林诗音画的啥呀？这，哎呀，怎么还痒起来了呢？哎呀，安抚。哎，刘老师。哎，你先坐着啊，戴伟鹏到了，我去接他们。你这脸怎么红了？我化了点妆，为了展现学校的风貌。下不为例啊！哎，张老师好。哎。小雪啊，戴伟鹏来了，咱们走吧。好，走。哎，你这脸怎么比刚才还红啊？太痒了，我就挠了一下。不对啊，你这过敏了吧？没事，我们先去吧，老师。不，什么没事？这样你去医院，完了戴伟鹏这边我来处理。啊，那个，你那个什么那个，赶紧走。我可以的，老师。哎呀，你去吧，这边有我们，可以是吧？您瞧这儿，这边。就是化学物质过敏了，没什么事儿啊。哦，但不能保证完全恢复。啊？那我会不会毁容啊？毁容？现在知道急了，害怕了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不让你乱用那些化妆品，你听吗？还哭？哎，不能哭啊，眼泪对皮肤刺激性很大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快快快，吸回去，赶紧的，赶紧。医生，您看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让我闺女快点好起来吗？嗯，我先给她开点药吧，还要靠她自己努力的。平常呢，别吃刺激性食物啊，作息规律啊，少情绪波动，还要定期上药啊。一般来说都没多大问题啊。知道了吧？管住嘴，别瞎吃了。哎，对了，千万千万不能拿手碰到过敏的地方啊。哎，好，我让你臭美，我让你化妆，我都给你扔了去。那些都不是化妆。
吧，方宁。哎呀，吃完了再扔吧。我屎给我扔了，连口肉都没有，你看。你这也不能怪你妈啊，鱼生火，肉生痰，萝卜青菜保平安。你现在这样，你吃素最安全。你说的容易，你偷吃鸭脖的事你怎么不说呀？嘿，我一个大男人，我光吃素能行吗？再说了，我半夜我偷不是，我半夜我吃东西被你发现了，你还怪我馋你啊？那我不是也想出来粉粉？你说你这个孩子怎么就没肉吃不了饭呢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不能告诉你妈。你要是告诉你妈，我下辈子的零花钱都没了。可以啊，你。行，快吃。多吃两口饭。我吃，先把肉吃。快走！你走了。快走，东哥。哎，我在这个臭小子，你请罪来了。你说这个熊孩子啊，拿着我过期的化妆品给小雪用。这儿子，我今天不要了。要打要骂随你。玉阿姨，对不起啊。张琪，那个臭小子，你把我们家小雪的脸给毁了。啊？他毁容了？当然了，你去看看去啊。小雪，小雪，我去，这么严重？上次你还我脸了。我也不知道化妆品还有过期这一说啊。你把我害成这样，你还敢躲？你想怎么解气？打吧。什么新闻怎么了？哇，你耍我呀你！耍你怎么了？我这已经够严重的了，你还想让我毁容是不是？吓死我了！我看看，是有点红，不过比我想象中强多了。什么好多了呀？又痒又痛又不能碰的，还不能吃肉！我警告你啊，这几天不要惹我。说吧，怎么赔罪？那你当我跟班，一周。咋的？你不乐意呀？行，你说啥是啥。那还差不多。啊，安。快点，轻点儿，再加点力。你这脸啊，还好没事。你这脸要是真出点事儿啊，可咋办呢？本来长得就不好看，什么玩意儿？我是说，你这脸就算真出事儿了也没关系，以后你的饭我都包了。认真的？那当然了。那行，那我要吃全聚德、变异法、大董、四季明菇。全是鸭子啊？你可放过鸭子吧你？咋的？乐意啊，乐意，吃，一家一家吃，继续继续。医生，我怎么觉得更严重了呢？这皮肤又干又痒的，你看，还多了几条细纹，我不会长皱纹吧？皱纹倒没多大关系，不过呢，这好的也太慢了呀。哎，你是不是没忌口啊？忌口着呢，没给他瞎吃过。肯定是这孩子偷吃什么了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
你是不是背着我给他吃什么了？没有，就那天吃了一口鱼，对吧？这海鲜不能吃。行，你带着他看吧。啊，哎，待会儿我们一定忌口啊！哎，听医生的话啊！这么晚了，咱别做饭了，出去吃，我请。我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。小的不懂事，老的也跟着胡闹。这么多天了，不能上学，不能见人，你不着急呀？啊！你轻点，大孩子。我轻点，他能长记性吗？不能挠。别人家的小孩受了委屈，妈妈都心疼的不行，你就知道让我长记性。不能哭，这眼泪伤皮肤。我就哭，这么多天了，一句好话都没有，东西给我扔了，肉也不让我吃，现在哭还不让哭了吗？你冲我吼什么？吼什么？我让你过敏的，是我给你弄的吗？你再凶我，我不理你了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哎呀，你赶紧跟着他去吧。哎呀，孩子这会儿难受着呢，哭会儿就好了。那你赶紧跟我回来。干嘛去？你帮我给他弄点他喜欢吃的呗。哎呦，真是的。哎，出来出来。别哭了，眼泪一拉，多疼啊！可疼了。口罩摘了，我看看。丑。你什么样我没见过呀？小时候满脸鼻涕泡，我还带着你玩呢。大夏天的，戴着口罩不更严重了吗？跟我说说，为什么哭？你说呢？把你没当成，别回了，我妈还老骂我。主要哭什么？当然是翻译了。我之前那么期待，整个胡同都知道了。现在没当真，多丢人呀！没什么丢人的，过了这周，我保证所有人都不会记得这档子事儿。我怕别人忘了，老师忘不了，出国留学机会都没了。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，你没当上翻译，但是做了这么多努力，肯定不会白费，只是缺少了一次实践的机会罢了。再说了，你要是想练口语的话，我妈也可以帮你啊。那我这脸怎么办呀？我要是脸好不了，我怕以后就没有人要我了。你才多大点人呢？就惦记起这些事儿了，你担心嫁不出去？成吧，要是真有那一天，我娶你。你以后要是真嫁不出去，我娶你，行吗？我看行。走吧，回家吧。谢谢老板。记你账上了。
好，小伙子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吗？这边都是女孩子的化妆品，是要送人吗？嗯，送人。多大年纪呢？高中生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嗯，这款怎么样？粉粉嫩嫩的，很适合少女哦。好，谢谢。再来瓶香水吧，这个叫初恋的味道。嗯，不用了，谢谢。还害羞了呢。妈，你突然带我来商场，连我爸都不认。你不会是把我卖了吧？卖你？卖你我得赔死。那来这干嘛？我当然是买东西啊。请问在帮我你说什么呢？啊，买啥？你说呢？哎，素年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帮我妈买点东西。买什么？这孩子，你管人家买什么呢？我们先走了啊。哎，拜拜，阿姨。素年哥，再见。哎，妈，你带我来看化妆品干什么呀？我因为从来不用这些东西，连带着呀，你也不会用。这些天呢，我想好了，你长大了，这眼瞅着就要上大学了，这爱美是很正常的事儿。我与其防着不让你用，那不如我亲自给你买一些好的，省着有瞎抹，再给抹到医院去。服务员，哎，你好，你帮我看看，有什么啊适合我女儿抹的？你大概想要什么价位的呢？最好的。我们这款就是新推出的，而且保湿效果和防晒效果都很好，您试一下。让我女儿来试吧。小雪，来。没关系，来试一下。这个防晒效果都很好的，还很滋润，特别适合你这样年轻的女孩子。怎么样？防晒效果都很好，很适合室外。哦，是吗？还有淡淡的香味儿。我回来了。素年回来了。为什么？给你的。给我的？不过节不过生日的，送我礼物干嘛？就突然想到了。这么贴心啊！哎呀，这个好像是给小姑娘用的吧？嗯，我就随便买的，你凑合用。哼，我看呀，不像是给我买，倒像是给人家买的，没送出去吧？我该学习了。哎，你跟妈妈说说。妈妈帮你分析一下。哎，下课前跟大家说个事儿，马上就到10周年的校庆了。这次校庆的文艺汇演是历年来最盛大的，有特长的同学可以参与一下，想上节目的可以去文艺委员那儿报名。但是绝对不能耽误学习，好吧？好。好，下课。行行，快给我报啥舞台剧名字呢？名字我没想好，你就写少许的节目就行。哎，快快快，写上写上。什么节目啊？舞台剧呀、啊。
真厉害，什么故事？故事我没想好，但是演员一定就会了，就等一声令下。我拒绝。为什么？我每天学习都累死了，没时间睡觉，还演什么戏啊？那你还帮乔木姐拍短片呢？媳妇儿，我那是被逼无奈。这次可是我当导演，你不给面子呀？你当导演？你瞧不起谁呢？我找苏年哥去。他也不能演。苏年哥肯定会去。我拒绝。苏年哥为什么？不想演。原来还可以这么直接啊！你连个理由都不找啊？那。文艺汇演不让高三参加，是不让高三报名，又不是不让你们参加其他的节目。那就是不想演，我就说了吧。哎呀，我能拒绝吗？你又是为什么呀？我得去超市打工，没有时间。诗音，我被全世界都抛弃了，我现在只有你了。哎呀，我演不了。你又是为什么呀？我要跳开场舞，特重要，抽不开身。这不还没开始选吗？怎么就开场舞了呀？我们是校舞蹈队，直接免检。那你跳什么呀？世界末日的狂欢。我们是校庆，跳什么世界末日的狂欢？是不是今日特别？给我们排舞的那个老师也特别有想法，人家是从国外回来的，长得特别帅，好有感觉。你不是吧？你不之前才给那个叫什么王浩然点过歌吗？王浩然，王浩然只是一时兴起，我也没跟他说过话。但是，这个老师让我特别崇拜。你要是看过他跳舞，一定也会被他迷住的。你就是三分钟的热度，等你跳完舞，你就会转移目标的。你来排我的话剧，艺术才是永恒的。我是这么三心二意的人吗？是，你就是。哼，你去拍去。小雪，你别生气了。我被全世界都背叛了，没有人愿意来帮我演话剧，我这名都办了，剧本都写一半了。你要是实在缺人的话，我。可以帮你演，真的吗？你真的愿意帮我演吗？你要是愿意帮我演男主角、女主角、正派、反派，你随便选。你还是给我一个小一点的角色吧，我上不了台面。说什么呢你？你看你大眼睛高鼻梁的，妆一化光一打，绝美。小雪，干嘛？我跟我女主角聊事儿呢。其实我也可以。你不是要去演你那个世界末日吗？去你的世界呀！哎，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啊！我写剧本了啊！啊！静宁跟老郑吵架了？不可能吧？我们就是他隔壁，怎么一点声音都没听到呢？你小点声！他俩能跟咱们似的大声嚷嚷吗？我也是刚看出来的。那俩人啊，迎面走过来，一句话都没说。他们两个不可能吵架。你看，我认识静宁都十几年了，他连一句重话都不会说。那老郑把他捧在手里，都怕摔着的人，他怎么可能吵架呀？哎，别说了。哎，静子哥，打水去啊！哎。先吃饭吧。你老
不按点吃饭吧，你胃该不好了，你先吃饭吧。到关键的地方了，你别烦我。先不看吧，马上就完了。我求你，咱先吃饭行不行啊？正关键呢。你每次都是关键，你每一次都是关键呢。先吃饭，你不开开我就不吃了。中间中间，不是你看看你妈，这，我怎么了？你不讲理。我去厨房看看。哎，乖啊，我们先吃饭行不行？怎么能当着儿子的面说我呢？他就在这儿啊！你道歉。你不讲理，我道歉。凭什么呀？你变了。我去哄哄。不哄。你妈这毛病啊，得治。刮目相看。就因为吃饭跟看电视这点事儿啊？那有什么可吵的呀？那饭好了，到了饭点就应该吃饭，干嘛非要看电视？吃完了再看不行？怪不得你找不到女朋友。啊？女人是要靠哄的。哦。你们女人可真麻烦。小雪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我明天把剧本写完了给你看看啊。啊？我啊什么呀？我要为你量身定制一个女主角。你真的让我演女主角啊？当然了。我不行，我晕场。晕场？就是上台紧张，说不出话来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上台也紧张，多练练就行了。小雪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，但是我一定会给你丢人的，你还是别选我了，对不起。哎，唐嫣，回来了。爸，啊，我妈呢？在小雪家吃饭呢，还气着呢，这越气越大。静宁啊，你吃点菜，来尝尝我这个熏肝。静宁阿姨，谢谢。你为什么跟郑志禄吵架呀？小雪，你吃饱了是吧？我还没吃呢。没有，我们就是生活习惯不太一样。那生活就应该这样，吵吵闹闹那是小情绪。没错。对，你看，我妈跟我爸天天亏我陈叔。小雪，那大人说话你怎么总搭茬啊？哎，今天来吃饭，你别在饭桌上教育孩子。我教育他了吗？你不说他怎么老说我呀？不是你对着孩子喊的呀？我喊了吗？我这是，哎，你还你刚才不承认了你？我一直都是这样的说话，我叫哄吗？这就不叫哄啊！好多人来吃饭，你就在饭桌上教育。我看出来了。今天上学累吗？不累。
酒也多。不多。就是菜炒的不咸吧。爸，不用勉强。思年哥，郑叔叔。哎，小雪，哎，你还没吃完呢。嗯，我快了。你吃饭了没有？哎，咱一块吃点多鸡肉。我吃了，吃了。哎，嗯，金阿姨的吃的好吗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哎，行。爸，我吃完了。嗯嗯。走吧。那我们先走了。郑叔叔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在一别纪念的日子里，简单。